探索呀。嗯，就这小球几下，那你就给咬断了。先给咬球了。哦，哎呦喂，你都挤在这块，啥意思啊？挤不挤？还有地儿，还有地更高的层呢。妈逼！我都不应该把你抱上来。你下不去，你快出来！你这醒了，你是主人公，你是古人公。你让他待着吧，他醒了给咱。啊，妈逼！哎，你别弄了。哎呀，我这是录像，就没完没了的弄他们俩。公公下来了吗？我的妈椰子，那哪里来个飞弹玩意儿？你可真够牛的呀！线玩的更好，那就可以他们玩这个球火。他把所有羊带线都给咬掉。还绷着呢。来，往上探索。玩呢，好，你拍下来呗。哎呦，差点掉下来。锁上。能不能拍一打我？我呢？我水上去，这个高。哎呦我天哪，莫非我都把你栽下来，你看他上最高层去了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妈耶的，这最沉的猫在最上头，这要栽下来的话顶光浪了就啊。笨蛋子，最笨的猫，最笨拙的猫在最上头。他蹦的时候就感觉整个都晃，底下得给他压个沉点东西吧。你看他的最高点，哎，你还是说对了，哎，你喜欢那小方块呢。你看还有下，还有别往下，哎呦，下不来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得给我们尝。他不知道那是有东西，他以为那是空的呢。怎么会伸你吧？不然就是伸一米八，用平常伸懒腰的那个技术，睡觉的技术来，那个玩儿。我是大肥猫，猫咪。猫咪，啥玩意儿？哎，你瞧看，看都不知道。猫咪，猫咪，它平脚。哎，你插一个，你要插第二个是吗？嗯。你要非要把它插下来是吗？嗯。真长。哎呀，哎哎。长筋的东西这么笨，哎哎哎！还没掉下来呀！哎呀，站住！你别从上面栽下来，大石沉的。哎呀，又大石沉的，又哎呦哎呦！哎，栽就直接冻在上头了，这。太小了点儿，这窝你进不去，你就只能钻洞，对，钻着玩一下，你进不去，你得上底下那窝去。我觉得摸这个安全。哎呀，呵。